干嘛？嗯，才刚从桃园回来而已。对啊，人家是从桃园回来，直接跑到虎尾，是要干嘛、啊？我刚刚约了场主。约场主？对啊。说什么？我们要拍去年的台主。虎尾约场主？对啊。去年的台主要打谁的啊？打爆的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约场主吗？为什么？监视器啊！我要叫场主把监视器给关掉啊！哦、这个屌吗？很屌啊！这可以啊、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整了，然后他们都会去看监视器啊。我就像佛系上次哦。而且刚刚为什么我要叫鸟鸟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声音、我的声音，还有这个屌毛的声音都被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请我们的来宾鸟鸟负责打电话。介绍我就变成屌毛了、啊。你一直都是啊。来 ，Hello 一下鸟鸟。Hello。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很不能扼杀的，有没有？这就是叫一个他不认识、没有人听过的声音，对，再去打电话，对，好，哎、欸哦，那个场主来了，走吧，走吧，我们先下场。好 ，OK。场主来了，我们最美丽的场景，你知道我们今天请小可姐姐来要干嘛？我不知道。我们一直很神秘，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们要干嘛。对。我们想拜托你把网路线给关掉。关网线。对，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要去你的台主。我们要弄阿豹，是的、哦，所以你只要把网路线关掉，他看不到，这样就可以弄到他。好 ，OK。那、啊、拜托你了。好好好，那我去关。好，死定了。你们要弄台主哥，但你要自己传嘎嘎，是不是？好不好？死定了他。监视器关掉了是不是？网路关掉了是不是？关了，看一下，关了，试看看，到底有没有？无尾，无尾还想加，进场切割一下，出去回画面，来啊、哦，看不到，看不到，再一次，我再叠一次，确定没有吗？哦，看不到了啦，好好好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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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走，他排在这里。奥尔 TV 阿牛，啊、不是牛牛阿豹，阿牛抱抱，阿牛抱抱，好漂亮哦，恶心，靠背了，怎么弄？就直接把那海螺夹出来，好不好？之前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啊，有夹到海螺，可是因为海螺粉贴在里面呢、啊，那等一下我就把它夹出来。本体给我去，给我去，你们知道，有看过了啊。然后台主要怎么算？今天我们就当奥特，反正去年的台主系列我们就是奥特，对不对？加出来这样以后怎么算？阿豹你怎么算？然后等下就是聊聊你，就是你，等他加出来以后你打给他，记得、哦，这很多台主都会遇到的问题，我相信他一定会产生很多台主的共鸣，有没有？去你的台主。本集由最专业的跨境电商物流公司中国网通以及世界上最好买的跨境电商平台亚乐购联名赞助播出。来，交给真爱甲来搞个。真爱甲已经开始了啊！你要是在100内出掉的话，我们还这样弄他，有没有有点于心不忍？对啊。你要记得，你等一下要记得说你是快保甲的哦。是。就是去你的台主，好有道理。要跟出他要认的啦，我们打宝我们也认的啦。对了，你要不要跟那些上一片啊新学的粉丝说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就是去你的台主啊！不要咬我、啊，我就是要报警啊！你有靠北哦，我欣赏你。你已经被泡得很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都不看留言了。哦，好啦，他今天跟我们集合的时候，他才说他看了很多留言，他很想哭啊，你知道吗？大家都要误会他，善良。对啊，我跟你讲，我们拍去年的台主，说实在的，是让所有，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台主，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客人，
那我相信我们的影片也会有很多的台主产生心理的共鸣的。我们今天会遇到，你也会遇到，你也会遇到，对不对？你也遇过，对不对？有啊。你有没有遇过？有。OK 有没有？有。场主，美丽的小可姐姐，有没有遇过 OK？ 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年的台主系列就是要告诉你，遇到这些 OK 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我接下来就是等货出来啦。哎。尿滴啊！尿滴！仔仔，我觉得你不行了，你会占用记忆体太久了。趁着超爱夹在先夹海螺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环境。然后重点是这台上面写“中出哥”，它就是柚子的台哦，有机会来电它。苗苗，你身负重任啊，知道吗？要靠北一点啊，知道吗？人家怎么靠北你，你就怎么靠北别人，知不知道？然后让那些 OK 知道说自己就是 OK， 阿个头兄哎，唔当阿内啦，对吧？来，我就傲了 OK 吧。不是啦，OK 跟台主之间哦，真的 OK 自己想清楚了，自己在做什么了，对不对？今天你会傲别人，那他妈今天换你做生意，我们来傲你，你看你会怎么样？你也会说我是 OK 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 OK？Nope。 嘿嘿，怎么会这样子？阿爸的台会坏掉呢？阿阿婶，卖报无啦？卖报啦？报啦？报要？报啦？同学来啊！嘿，保夹了，保一做一。哎哎，出货了！先拿出来吧，先拿出来吧。好，那我们现在去拿丢进去。你要干嘛？很严屌哎！郑重声明，场主在这里哦，他是支持的，他喜欢我们去你台主这个节目啊，是吧？还是共犯？监视器虽然现在没了，但是场主干的哦，什么招都可以弄得出来，这就是场主好心去讲的地方。开了开了开了，嗯，我看到，现在就丢的已经不够屌了，这样掉的啊！我看它上面是有上锁头的，因为我们有钢索，我们可以让它制造出一点点小缝隙啊。再就是你的任务了，鸟鸟鸟鸟，打给台主啦，你就想着 OK 怎么弄你，我们就怎么弄它。喂，你逮住没有？怎样？欸，你伫个虎尾的只椒花枝，你个来做咧啊？啊，拍到山体呾？啊？你啊拍到山去啊？拍到山去。嘿，啊，我只要把你的脚啊拢把你接出来啊。啊哈。啊，你只要发生咩处理？等一下。等等等等。嘿，你讲。你等我一下啊。好。哎，你讲。还需要明天约个时间再。你即马喇叭伫内底，啊卡伫我遮，啊喇叭向伊阿咪阿名啦。你即马唔过来处理，啊明仔载无伊个，你算啥？哎呀，我不是有写那个12点过后不要打吗？错啊！你比较物件留伫内底啊，我袂卡敢会使啊。啊，爸，你等我一下，我打给店长看看，好不好？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哦。好，我等下来给你。拜拜，好好，拜拜。你真的很傲哎、欸，我发现你比真在假还傲哎、欸。等一下，应该会看监视器。重点是你已经把电视机关了、啊，他完全不知道场主跟我们串魔啊。给你的招很多哎、欸，怎么会这样？好狂哦、喔！哎、欸，他来了，打来了，打来了。喂，阿豹怎么了？嘿，那个国伟那边有人好像那个裸打大逃出来了、啊。小可姐姐骗阿豹说她在嘉义无法到场帮忙，请阿豹自己好好处理。
他也是演技派的啦，为了弄阿豹无所不用其极了。我们就等阿豹打给这个 OK 了哈，来了来了来了。我了。哎，那个你要放，我现在过去了，可是要等个几十分钟哦，因为我现在人在斗六这边。哎呀，好啊，无你较紧嘞。我今来是。要等一下。啊 ，OK OK。好。好。啊，好，拜拜。直接拍他小了，我想来先。我靠，你好斐然哦！我们这个去年的台主系列，真的一定会产生很多台主的共鸣。像有人砸扣啦，落锐，然后要你汇款给他，你有遇过这种吗？我遇过，你觉得怎么样？鸟鸟就是 OK， 他已经当过 OK 啦。那我们现在就等阿豹来喽。2000 years later， 阿豹来了。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你遇到的心情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两个我打出来了，东西在里面。自己看，自己看，盒子两个，这样一个算一个，等于是两颗。然后这颗怎么算？打出来我再给你啊。好，等我打出来了。好了，不要你不要再演了，好不好？明明是明明就是你们在弄他。奇怪，这样够难看的吗？为什么连鸟鸟都来了？因为我刚好在那个抖音用机台啊。真的吗？你们两个真的在弄地毯？今天没有睡。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监视器？啊，我刚看着监视器开不起来嘞。监视器开不起来，为什么？你们弄的？没有啊，我们没弄啊。哎，不对啊，他弄的。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有些 YouTube 的台主都知道要防范我们了，然后我们就请场主肖哥姐姐来，然后把先把网路线切掉，他从头到尾都在我们旁边，啊哈，乖，谁敢？第一次监视器坏掉。我跟你讲，一般平常时候晚上真的打给肖哥姐姐，她都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帮忙我们处理事情。我基本上是24小时服务的啦，不管几点打你我都 OK 的。对啊，不像某些人还些什么什么，晚上5点到晚上11点，哦，你服务时间还算少嘞，哇！平常在台南啊。哦。我刚外面看那么多时候就想奇怪，还是好像有看过一下。来，亮亮你过来，那个对于阿豹被这奥给弄，你有没有很心疼？那你说一下你刚刚接到电话的心得是怎样？接到电话，嗯，我一开始有点不太想理，如果知道这样不行啊，真的。所以你刚刚有没有吓到这个 OK 那么鸡巴？有点凶，他比真爱甲还靠北。我这应该是有接过电话最凶的一个。真爱甲是说我给你20分钟，他是说他没有耐心，靠北嘞。没啊，什么想法？他就100%的 OK 型啊。还蛮像的，没耐性的家伙，你到底怎么夹的啊？是修养吗？你一定觉得我们是这样丢的回去，对不对？等你回去，等我们影片出来，你再慢慢看。我们含羞草日记什么招都有啊，所以劝各位这些 OK 哦，你要当 OK， 你就不要当台主。我们有很多招可以弄你啊。那阿豹，照我们惯例，你要拿一样出来送啊。对，我觉得观众想要礼物啊，你觉得是什么礼物？送海螺就送海螺，没有观众没有想要海螺啊，想海螺，观众想要牛牛的赖，观众想要牛牛的赖啊，啊，我们要反方向啊，我们晚上去送海螺呀，那牛牛上来，哎，可以哦，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帮他想的，然后他刚偷偷跟我讲的，他不敢开口啊，咬我，明明就是你，他啦，要弄我。啊，那照惯例啊，我们这篇出去一定要送观众一样东西，送海螺啊，海螺哈，就这颗，那我们现在开除把它拿出来吧。好，这颗哦，那个牛牛要在金冠上面亲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去你的台主，非常的成功，真的是谢谢小哥姐姐了。那吓到了，真的就是我们会拍这个系列，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台主了。那应该很多台主会跟我们产生共鸣，因为我们真的都是我们亲身遇到这些事情，也希望你们这些 OK 不要再来弄我们，哇，大家赚钱不容易啊，对 ，OK 弄着弄着他也会想当台主哦，我们一定会可能有很多办法弄你，原则上是18天内，是不是？14，哦，原则上是14天内，我有跟你处理，我就没事了，现在 OK 不要再乱搞，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牛牛啊，还是谢谢你啦。我嘞，我嘞。
然后跟阿豹在上面写他们的名字，好不好？然后送给你们，被影片分享、按赞、订阅，就有机会抽到你。奥尔 TV 为你们准备，好，记得订阅我们《三秀草日记》还有奥尔 TV。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敬请期待下一集。各位，拜拜，拜拜，拜拜。拜拜。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喂，老板换一千了。没有啊，一拍完你就开始要打台了。我在跟厂主录的日记啊。厂主明明就在这里，他眼睛很亮啊。我想要喜剧啊。